同学。因为老板不爱听东西。同学。空气转大一点。感觉这边喷的比较厚。武器本枪。这个很明显的哈。加厚。啊，你看得出来。新进的厚。你看、啊，你看他现在在喷涂的话，像啥一些。枪不能太远，要近一点。要告诉他多近啊？有，刚才我都刚才我在讲，你有够够咬得近的不？哦，他听得懂吗？我叫他拿近一点，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。对啊，还是。这样还是太远了。哎、欸，还可以再近一点。所以说我要求的是你们按着看一下，来一个，看哪一个好用。然后我现在停下。